土豆沾切干淀粉，入油锅一炸，外脆里酥，很是美味。妈妈最好这口了，浇上一些番茄酱，能吃两碗饭。准备原料：土豆两，洋葱适量，肉泥适量，姜一片，蒜一半。将土豆切成滚刀块，在水中略泡一会，洋葱、姜、蒜分别切成小丁。土豆从水中取出，马上滚上一层干淀粉。锅中加入比炒菜多的油，加热，放入土豆块开始炸，炸至土豆表面金黄即可捞出。准备滤油勺，将炸好的土豆滤一下油，装入盘中。锅中留少许油，加热，肉泥中倒入一些料酒，搅拌均匀，下入油锅翻炒片刻，倒入切好的洋葱和姜蒜，翻炒片刻，加少许盐，翻炒均匀，加入一些亨氏番茄酱，翻炒均匀，炒好的番茄酱，成品图。